洞宾。绿洞宾，咱是的，你是天顶的神仙啊！那我好想你，你那这样有福气，既然连续到有两个做仙的人，因为你好想你，伊讲不仙有缘，碰到大师兄你天怪自灵，拜托你不下凡而来，要多你好想你，往过风来仙道，身为不仙呐、啊！什么？弟弟你讲，原来我好想你，有才调，身为不仙其中之一啦。是啊，做仙。做仙有甚物好处？好处真多。如果嘛是身为人类，需要经过寒干生老病死，但是为神仙就无共款咯。你得长生不老，长生不老之术，天魂教悟，三千年树，我告凌霄宝殿，叫去叫阴代呢。三千年树，我告修世天，参加王庙娘娘蟠桃大会，福禄不畏呀。原来做仙的好处是这样尔多，要唔过凭你三言两语，就要叫我随你往到凤来仙岛做仙，这我有规矩。什么规矩？如果你若真正要找我往到凤来仙岛做仙，你必须文武皆赢我好。是。文武要赢你，不对，那我希望你会当心服口服。免得无信了，绝对的，一言既出，准备来准备来。男欢女爱，举止行动，这是袂用得啦。什么袂用得？好啦、啊，
既然你本母今日我告诉你，那呢我就坦白跟你讲，讲什么？其实我告诉你有下一个愿，只要新郎本母会当信我告诉你，那呢我就准备给你做好。